警察没抓你，我没被绑架了。被谁绑架了？那小人，不许说外话啊！这总会想什么法术？绑架了能咋的话？他就会闯，他什么术都还不知道东西，这他妈把这过来地球都把货煮了个屁了！赶紧过来吧，我们在乐华世界公园花果山这。 大哥，我们错了。今天我们给你演梗号，什么他妈武术难的，什么他妈巴甫洛夫，大傻逼！你把大哥都欺负成啥样了，脸都绿了，这他妈疼的！你等回去了啊，大哥不要泄气，你看我回头怎么收拾他。 你确实你得理解啊，确实谁也想不到这辈子能碰上个这么个事。大哥，放。一个高等生物，因为一个愚蠢的人类发生意外来到这里，他错了吗？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他？错肯定是错了，不，那就都在这酒里边，行不行？别喝了。 你要说这错，我也得喝点酒。我狗眼看人低，永远不识泰山。大哥乐了。 大哥乐了啊！来，大哥，这是再给你买。啊，咱哥俩得这么碰，干啥呢？糊弄洋鬼子？你当时练大哥的时候是这么练的吗？往前。 站住！
这么个玩意儿，杀了他又能咋的？这杯我要敬父母，我敬叔叔阿姨，祝他们啊在天上天天快乐，身体健康。来，你先说。咱们不如来点实际的，你过来，来点糖。这个，哥，这个是世界上最有魅力的东西。我不知道你喜欢啥。 你就拿钱去买点啥去，要是闲的钱少了，你不是爱喝这酒吗？你放心，等你回你星球的时候，你下半辈子的酒，全给你供上。你说怎么聊着聊着还聊出个商机来呢？哥，你以后就负责在你们星球卖，我们俩就给你供货。那咱以后还用吃官饭吗？ 以后还真就只能在那点退休金活着，对不对？来哥，这钱不能烧啊，哥。哎，大哥，哎，烧烧烧烧，明年我们也烧。大哥，哎，别摔我啊，大哥。 我怕高，大哥，我下来了。大哥，我怕高，大哥。哎，别！哎，这不都说了是个误会吗？你看你这都没完了还行？你这弄得可太难看了啊！ 啊，干嘛？哥，都听你的好不好？哎，大哥，又上去了。哎呀，咱这差不多就行了，你吗？ 啊！都不让你啊！都让你撕了呢！不不不不！早上起来想办法把你弄出来！起弄出来！大家好，起床了！好了，好了！一起拼，拼！一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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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上门。